各位亲爱的乡亲、兄弟、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我是今仔日这个接触出的我服技师的第四件。我今年已经六月多了，七十九岁。啊，今仔日看这个这出戏，我阮是够伤心一届。但是，我真感谢这个大会能够演出这出戏，来荣耀阮老爸，啊，安慰阮的家属。真感谢，啊，代表我的家族，我的兄弟姊妹、孙辈，啊，甲大家说一声。我七十九岁，已经渐渐感觉到来日不长，想到这，就心内就一丝仔悲伤。但是今天是看到很多年轻人站出来在参加这个一日八团的纪念活动，这也我很大的鼓舞。我发现就是现象，就是说咱这个社会若充满不公不义的代志时阵，年轻人就会站出来。啊，若无安尼，年轻人对这不公不义，袂受气，袂怒吼，这社会就无希望。所以我感觉到安慰就是哦，阮这辈的人袂拢去啊，啊，我无话讲，我也去，但是我希望。从这里就是把这个悲愤的情感交代给咱这年轻人，继续为台湾的前途奋斗。啊，拜托这年轻人能够将这个就是把的意义传导到恁同学、恁啊可爱哦后辈。我再一次感谢大家，希望天保佑台湾，保佑台湾本土人民，谢谢。我非常感谢潘彦廷教授的演讲。